没想到你能活下来，或许你有天运相护。如何同老夫联手炼制无上的丹药，踏上通往仙界之路？我绝不会让你肆意妄为！红静，来帮为师一把，压制住那头龙。 难以坚持太久，看来你不打算服从老夫，那么就成为登仙的祭品吧。在这里成为祭品，真正的天运。 Let's go.
结束了，现在兄长也终于能够安息了。那么之后就拜托了，我等先行一步。那就后会有期了。